姐姐，你喊三阿姨吧。嗯。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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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s.还有一个没吃完的，姐姐，你们也不吃了，对吧？收工了。别这么吃，晚饭吃。晚饭吃不吃？我要吃呢。是吧？嗯，姐姐，你们吃吧。我够了。真小，这个胃。小蜜桃好吃呀，要热一下更好吃。老子受不了了！这不会播吧？会啊。没事，我刚刚吃的太粗鲁了。我说的文雅一点，姐姐。你说文雅的是怎么吃的呢？要像这样吃啊，得吃个半年，这一整只鸡才能吃完。我记得炸鸡店也很乐意让他去做广告，因为他夸他们鸡大。快来找我，快来找我，我可以免费给他们做广告，不要钱的。愿意他给你吃饭，只要他给我拍摄的那个道具是可以吃的真鸡，不是那种假的塑料的。饱了吗？饱了。好了，姐姐，那就收工了。嗯，收。可以开始了。我肯定笑了。放下，这就是了。